新竹县竹北市首座竹球场文小时去年暑假启用，租借率达50%，是民众踢球和比赛的首选场地。社工所一月份免费开放 Happy Hour， 每周四下午4点到晚上9点，让大小朋友可以尽情踢球，享受流汗畅快。翠绿大草皮铺面有专业标线，推动全民运动风气。竹北市文小时足球场一月份 Happy Hour 每周四开放场地，让大小朋友免费踢球。那我们在推行了一个这个场地之后呢，一定要让它活化，所以我们特别呢在文小时的足球场啊，在七月的时候，去年七月落成，那我们希望它可以更多人使用，所以特别在圣诞节过年的时候，我们推出圣诞礼物、新年礼物，就是 Happy Hour。那在一月底之前，每周四下午4点到晚上9点，你都可以到我们的文小时足球场来踢足球。花了1500万新建的文小时五人制足球场是竹北市唯一，去年暑假启用，成为众多足球俱乐部、公司、社团办比赛首选场地，租借率达到50%。打造活力运动城市，市公所免费开放1月11、1月18和1月15号下午4点到晚上9点时段，促进足球运动。不需要场地费，好，不用事先申请，欢迎大小朋友在下班下课之后呢，尽情的在文小时的足球场啊奔跑运动。那我想推动足球哦，还有推动我们的各项场域哦，都不要沦为蚊子馆，我们都要尽量的去多做推广。那大家即使是冬天哦，出来动动哦，我相信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很有帮助的。开放期间不需场地使用费，也不用事先申请。Happy Hour 定时开放，要让大小朋友下班下课踢球，尽情放电，享受流汗运动的畅快。